我还是要亲嘴，我强吻他的。叮咚，叮咚，叮咚。喂，啊，请进，请进，我去做点事情 ，OK， 然后就回来了。啊，我来走。啊，不是《无人世界》吗？不是《无痕人生》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哎，有点无聊。欧阳震华是不是？对，保存好我的东西嘛。哇，欧阳震华呀，哎呦，满满的回忆啊。是的。啊，我可以套衣服吗？ 可以呀，你们在演戏吗？你要不要换我的那个睡衣啊？空调，哇，还没开，哎呦喂！我进门调空调都是老年人干的事儿。怪不得我也觉得很热。你喜欢吃软饭吗？<笑>我当然喜欢吃了。<笑> 没有人喜欢去硬的换的。又来了，洗手外边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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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
是那种精致的，都是你做的呀？对，做的脸都红了，太牛了！拜拜！珍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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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香港人很喜欢美食啊。这个饭 OK 啊，我很舍得打，好香啊！真的？好不好吃？嗯。嗯。哇！高高的。这好吃啊，真的哇，真的真的。老婆在家里啊？当然不在了，他跟着一个朋友吃饭嘛，复活节嘛，他复活了吗？那是复活，复活节。复活节。哎 ，OK 喎，你啲国语。是你不 OK， 我当然 OK 啦。你的听觉有问题啊。嗯，艺人不要说很标准的。煲冬瓜，煲冬瓜，好可爱。因为我们是说那个港跑才萌的，港普啊，港普啊，港普。你不是港普，你是李跑啊。港跑就是港普啦，谢师妹。艺人，艺人，煲冬瓜，港跑，讲得非常好。我们没死。没试过，四个人都在讲，都这样讲，对，挺好玩的，对对。好像他就犀利了，一头玉米是普通话，中间是。最后一句说普通话的话，他们会知道你说完了吗？对了，我只要不唱戏，我就没事了，我能照顾他。你这句说话我真的不敢相信你。如果是你真的没事的话，你的脚怎么整亲的？你凭什么留他？哇，这个有点帅哎。我是要亲舅舅。我是他亲姑妈啊，只有他爸爸在，舅舅亲还是爸爸亲？这个专专业，没有，我觉得很不专业。如果谁跟诗曼对戏的话，会觉得很贴心。其实我一直在内地拍戏，我不能完全全部说普通话来跟他们搭词。其实我每一次我都觉得很内疚，所以我现在在学学学学学。我希望有一天我真的可以用普通话来跟他们搭戏。既然他有认真的在学普通话，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些绕口令。哇，这个好难！哦，这个好难。绝干绝菊绝境菊绝技绝骨绝乌龟乌乌龟骨啊。这个粤语说得了吗？掘金掘骨掘金骨掘鸡掘骨掘龟骨。好，下一条。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。广东话。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。有一场戏不是我们要亲嘴吗？有一场戏要亲嘴，我强吻他了。
然后因为我们太熟了嘛，然后他就在这儿，然后他靠着墙，因为我把他逼到墙，他是这样的了，已经是这样的。然后我就喂，我来了，大爷，大爷，我来了啊！来，三二一，不行不行，两个都亲不下去，太熟了，知道吗？太熟了，还没到已经忍不住笑了，太熟了。哎，我进来。那你跟谁真的接吻戏了？以前，哎 ，Esther 有没有？有 ，Esther 有了。满满的回忆啊！听到这些名字都是。对。关于刘一娇真的很厉害。我们站在沙滩，两个抱在一起，拥吻，抱着拥吻。他一边跟我说话，边真的磨了。啊，就是嘴唇在动。为什么说话？不是打 K 轮吗？他说你不觉得我们说话好像真一点呢？哦，真的是真的比不说话像很多的。哎呦什么情况下拍吻戏才会尴尬呢？就跟太熟的人，为什么是越熟的越尴尬呢？太熟悉了嘛。那跟大张伟如果要拍吻戏，你会尴尬吗？以前呢，告诉你这样，我以前呢就跟老婆说：“哎呀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比你先走的。”但是到现在，你一定要死，比我先死。如果我比你死先呢，没人照顾你啊。啊，是的。哎呦，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找到另外一半是好像你的另外一半，两个人的关系的话，我就太幸福了。哎呀，那通常都不是这样，通常都是好难的。我以前也有男朋友，那个时候我就很专注在那个工作上面。男孩子觉得，哎，为什么女朋友常常就要工作啊？你明白我说什么吗？对对对对对。爱情有没有另外一半都随缘吧，也不是说哎呀你有多美呀，我有多帅，这个也不用。你现在也是把那个男生的人啊放在第一位，这好看吗？嗯，现在也是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没那么严重，现在没那么严重。但是艺人很严重。最看重男生外表的哪一点？眼睛吧，大还是小？是我看着他的眼神有没有那个感觉。林允，你是颜控吗？嘴控吧，大陆。就黄平浩和王大陆，你会觉得？你就非得让我选，哪个是白马，哪个是王子？回家老师啊，是。嘉哥，你先说一个，你认为的女性里头，林允啊。哎呀，你们两个真的是相互对吹。